好啦，我讲一下今天 KPI 啊，我们要打个赌，就是我跟白鬼说，我觉得我最近转运了，我的账号怎么搞都是 O 的，我帮你账号也是 O 的，我帮铁哥做的东西也是 O， 点装也是 O 的，我觉得我最近的运气不一样，我金娃应该可以一发入魂。他说好啊，我们来赌啊，就是成三啊，什么成三啊，一次成三杯啊，看我转几次就几杯。那个几杯你们应该知道，之前我跟令狐冲去喝酒的时候是怎么喝的，拉酒嘴，然后完全没有再套水，也不套冰块，就直接喝纯的。那三杯的话就是等于是三杯纯的，第一次转就不算嘛，就至少要转一次嘛。那第二次开始就是乘以三，二乘三，三乘三，如果是一就不用乘三，如果一次中就是他三杯啊，如果我没有的话就是一次乘三，他出赚然后我负责喝，好像不怎么合理，我损失比较大。来吧，你看金娃只能选一张，我不能选其他的，没得选，他一定是拼重复的，这不用想了，因为他这只法师的金娃还没有水龙跟风龙。好啦，我会看右上角嘛，持有，就这样子啦。好啦，开始吧，下去咯，三二一，开奖。我要打个公告，这样会很残忍吗？应该不会吧。变身是指的，我看一下哦，应该要选重复的，因为能够拼亲嘛，选重复的吧，为了下一次的金 TJ 做努力。只变 TJ， 哎，真的是补卡池，哎，那个补卡池的你们猜得很准啊。好，现在换成了白鬼，先看娃娃，哦，金的，再看变身，紫的 ，OK， 来，那我们就先从紫的开始，它的变身呢，金变全满，我们就直接帮它补紫变，它有青变的，金变又全满，所以不用再特别去选金的，三，二。我们等一下送了，你们就叫声丁哥，三二一开，来叫声丁哥，叫声丁。我们看一下娃娃，啊娃娃应该是缺凤龙娃了。我看一下紫娃缺什么，紫娃有八张嘛。我们看一下紫娃还有什么，紫娃选重复的吧，选重复的没差，反正这个就是这样子吧。来紫娃，哦 ，OK， 好啊，没事。我知道乌龙卡池很好。那我们能拼金先拼金，他这一次没中金，比如说新主人接手之后，他重复子还是可以在下一次拿金 TJ， 我们这个选法是已经看到下一次妖精改版的 TJ 了，也就是什么呢，也就是进可攻退可守的选法，我们先把该拿的拿到，如果金娃拿到手，这个新主人提早可以不用担心哦，插娃娃插一张痛苦，直接帮他满金。好啦，开走，为什么这样子，哪里出问题啊，我看一下啊，哦，变身金，哦，娃娃眼睛，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 OK 屠龙者，那我们娃娃放后面，好，合成，我跟你讲，如果重金的话不要怪我啊，重金的话就 GG 啦，就重复金娃，斯摩格跟蚕我都选好了，因为你的金 TJ 嘛，所以斯摩格、蚕跟范德，我这三个缺的我都选 OK 的，来吧，变身先，来，走，这个账号我希望不要金，拜托，这个账号两个都不要金，帮我开卡池，这个变身给我斯摩格或者蚕，娃娃给我屠龙者，拜托，两个都不要金哦，不要金，开卡 ，Mr.斯摩格啊，范德也可以，范德也是卡池吧，范德也是卡池吧，哎呀，范德有啦，晕命恐抗都有 ，OK， 晕命有晕命，行，好，我们看下一个娃娃，娃娃尴尬了，娃娃只能万中选一，他只缺屠龙，哈丁你也没有，哈丁我是不要选，哈丁的卡池也不错吧，哎呦可以，
有减伤，有恐抗，有隔挡，又有伤害减免，又有远伤减少。哦，哈丁要，看哈丁好肥。好了，就是哈丁跟屠龙者，对吧 ？OK， 我们屠龙者跟哈丁二选一，一样。我们希望这个账号都不要金，屠龙哈丁来吧，可以吧？你今天应该很稳啊。有了，有了，屠龙者了。OK， 这个卡池我只能说填爆。昏迷状态减免加七 ，PVP 减免加七，恐抗1%，隔挡2%，减少远伤1%。屠龙者也是一样，他只是4晕命，这两张都他妈超补，我没有让你失望吧？我们现在换零枪了，最后一支带有赌注的账号，压力山大。他只缺这一张、欸，其实灵枪卡是很深诶、欸。那个不败的甘特是稀有卡，用不到。这两张稀有卡用不到，这个稀有中的稀有也用不到，所以只有这一个，他只能补这一张。OK， 娃娃的部分就是风龙娃啦，然后再重复纸，没得选了。我们从变身先开卡池找丁丁，没错的。我们今天再度把这个卡池开下来，最后的一张纸变，来，走，猝不及防。立刻开奖！雅利亚，暗黑精灵雅利亚，中了吧，雅利亚！啊，滑掉了！居然滑掉了！我大丁丁，我的价值就是开卡池。我如果连卡池都开不了，我有什么价值？来吧。啊，这个就屠龙者了。哎，不对，等一下，看不是，看差点被搞，要重复的，别搞，我差点以为这只是诸神，要进攻不能防守，他一定要先动风龙，风龙卡子比这草太多了，一定要先风龙，保底风龙干嘛不拿？嘴边肉的风龙为什么不拿？今年的 TJ 真的很难中，不是我在讲，连过三关，我们第一关就给他过了。我跟白鬼的赌注就在金娃，我跟他赌注就在林枪的金娃。前面三个账号都没有赌注，我们的赌注从林枪的金娃开始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上一次早就该一个月前就要金了，是因为我收到卡池，所以他不能金。OK， 死期恶魔都有。哎，人生好难。啊！好，这个赌注来咯，我们直接重金啊，后面两关不用过了。3, 2, 1，卡奖！19-20，力抗保底，工程师会不会做人？就看今晚咯 ,11% 安塔瑞斯。我们中了我就会开心的转卡环节。如果没中保底了就是没这么开心的转卡环节。你选一个。我们现在第二关哦，第一关没了，现在第二关哦。没错，赌神金，赌神灵，赌神传人最精灵，恭喜发财。哈丁，哦，不是，靠北在合成、啊，对不起，等下在合成，对不起，我以为是 TJ， 干我以为是干，我以为是，没事，我以为是 TJ， 干我吓到，我说干我没有哈丁啊，我刚刚真的笑，我想说里面怎么有屠龙者叫哈丁，那是我原本的选择，我这样是不是直接赚到？你们刚刚叫我选屠龙者哈丁的，我现在等于是一箭双雕，省钱，你看金娃有了。哈丁也有了，我这样等于是一箭双雕，我就缺屠龙。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怎么会这样子？因为今晚要转卡嘛，如果转卡一次中风龙啊，就是没事，因为至少转一次。
两次短卡，第二次才中，那就是直接乘以三，就是二乘以三六杯。转卡三次就是三乘以三九杯啊，转四次以此类推。如果一次就中，就是百鬼直接三杯，好吗？转一次要99900钻，超级贵。照经验谈啊，他只要五张卡里面有一张不一样的，就是那一张了。所以他里面只要有一张风龙，那也就是他。三、二、一，关门。风龙娃诞生了，有风龙，哎，不会吧？风龙，风龙 ，nice！ 哇！啊？说什么啊？把我名字念出来，谁转的？中奖了，各位，一转中，还给白哥看一下，让他知道 Who's your daddy？OK？、Okay?